Hello， 干哥出任务，听说今天要去一个绝美秘境， wow！ 到底是哪里呢？我们不多说，马上出发。哎，到了到了，我们终于到了秘境了。哎，这里是哪里呀？我怎么看不到秘境在什么地方呢？哎，前面有几位大哥，我们来去问问他。你好，请问是？我就是严庆荣。庆荣兄，你好，你好。怎么后面有两位？这个是？哎呀，听说是鼎鼎大名的柳班长，是不是？柳班长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位就是盛雄兄了吧？你好，你好。为什么今天来这么多人呢？庆荣兄，我今天不是才跟你约的话，干什么？对，不是，我今天是来看秘境的，你拿这个是要？你今天是我们的一枝花农，我干嘛？你今天是我们的一枝花农，我要当花农。对，是一枝花农。拜托，这个我跟你讲哈，我们在电视上面哈讲什么都可以，你现在拿这个雨鞋跟斗笠给我，你是真的要叫我干什么？当一日花农啊？对，你的今天的工作是一日花农，来种种花。干哥出任务，今天要当一日花农。干哥不知道能不能够达到这个任务，能够达成这个任务呢？现在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干哥，那现在我来教你做杜鹃繁殖。杜鹃繁殖主要是靠扦插。扦插？对。就是取枝条，是，然后这个枝条叶子去掉了，也修剪好了，然后插在这个穴板里面，是，那大家这样插，让深度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，是吧？你试试看，我试试看，好 ，OK， 好，现在我跟各位观众示范一下什么叫扦插杜鹃花，来，预备起。干哥已经学会了，难不倒我。可是现在这前面怎么一堆土啊？庆荣。干哥，我跟你解释一下，那我们的杜鹃的话的过程中，必须要靠这个搬松的泥土呢，来种到这个杜鹃花。杜鹃花最要的就是这个泥土。那我们就来示范这个机器喽。干哥来。好。哥呢，我现在已经发动它了呢。是。那我必须要搬松泥土呢。我们稍微油门撑下去。这个很简单，那我们现在请干哥来示范。油门轻轻推着，对，然后扶着它，对，往前走。你觉得当一日花农容易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光翻这个土，你吃奶的力气全部都使出来了。我刚才如果没有庆荣帮我的忙的话，我根本没有办法推得动这一台机器，也就是翻土机。所以一日花农真的不简单。哎呀，一日花农真的是很辛苦啊！干哥刚好不容易完成了翻土，等一下，现在又要翻土了吗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好像土，又不是土。庆荣，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？好，跟哥哥解释一下，因为我们知道在土地苗起的时候，那它需要排水。那在盆栽里面需要排水，就是把这个稻子的外皮，然后滚进了这个泥土里面，然后做它一个介质来排水。它是作为一个介质，对，然后增加它的排水性，让它的根系呢要。对，就是说你必须要先做好像这样的介质，才可以让杜鹃花在里面生长。这其实也是一个很需要在里面。那干哥刚才我是很矜持的，不要让我好像很累的样子，在各位民友面前展现出来，其实是很累的。
告诉你。啊，我告诉你，一日花农真是不简单。坦白跟你讲，以我的标准是不是人干的？所以我跟你讲，今天如果要当一日花农的话，要很好的体力，不然的话没有这么容易你就中了。啊，盛雄，我们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我跟你讲哈，我跟你讲，我已经腰酸背痛了。是，你要知道，当一日花农这个杜鹃花，对，没有这么容易的，你知道吗？哇，还要翻土哦，还要扦是吧？扦什么？扦插。扦插。对。哎呦，我的天！我觉得其实老实讲一句，这真的有你们非常辛苦难为的一面，是要介绍给各位民友知道。所以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看美人，看美景，这样子多舒服啊！哇，所以等一下边工作边看美景。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？简单的工作就是边欣赏杜鹃花，边最重要的工作，这是我们杜鹃花最重要的除草。除。看到这又出活叫我干，我告诉你，有还要摸哦，金融事情要忙，是，那我可以接着这样下，那今天你有这个两股面，我们放了70万株，我你的意思是说，我现在放眼望去看过去有70万株就对了，对，那因为我还有别的事要忙，然后呢，这一排。光这一排就2000，那我今天一定要把它完成就对了，是吗？是的，今天这是你的任务，是我的任务。对，这个就是要在今天里面完成它。哎呀，一日花农啊，大家终于见识到了没有？我们今天谢谢庆荣，不过干哥还是会在太阳下山之前把它给完成的。大家知道吗？其实除草也是一门大学问。哎，哇、wow！ 哎，前面这位不是新北市农业局的黄科长吗？科长好，科长。科长好。您今天也来体验一下这些除草活动吗？没有，没错没错，因为侯市长常常交代我们要行动治理，所以我们常常要到这些比较农友的这个地方来哈，来关心一下，这样是不是？看看有什么需求，我们要提供他们一些必要的协助。自己亲自下来，拿起一盆杜鹃花来看看，说到底怎么样除草？所以科长，你真的是身体力行哦。对，我们这样才知道农友的辛苦在哪里。对 ，OK， 那现在对于我们这些杜鹃花的农友啊，我们现在市政府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鼓励的措施呢？其实哦，我们市府非常关心我们这些农友哦，所以我们也会跟在地的农会来做一些合作。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，透过我们的一些协助哦，能够减轻他们的一些压力，对，也让我们整个新北的杜鹃产业能够更好。OK， 所以说现在新北的杜鹃产业已经是傲视全国了。所有的台湾地区重大的工程以及公部门的一些杜鹃花植栽，都是从金山的杜鹃花田所出去的，想不到吧？我们希望能够
把万里金山打造成一个万金杜鹃乡，也对，也希望结合我们青春山海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政策哦，希望民众到了万里金山来哦，就能够知道，哎，这边就是一个杜鹃的故乡。新北市金山万里为全台最大的杜鹃花苗产地，年产量约600万株，供应全台道路及绿美化工程所使用的杜鹃花苗，且栽培品种众多，在金山万里四季都能看见，并结合新北市政府规划的青春山海线，使旅游规划不只是欣赏山海美，更重要的是连结相关产业发展地方创生。万金杜鹃乡，赞！